有哎、欸，西瓜地形那个那叫什么？可可那个饼干。可可豆啊，做饼干。我今天不会讲话，怎么办？这我刚刚我说要种小麦啊。哎呦，找村庄比较快、啊。死掉了。好。我要死掉了。死掉了。我遗迹耶。有了，生鱼有了。交给你了，里面会有小麦。遗迹会有小麦哦。会，有几率。希望不会死掉。鱼钓完就没了吧？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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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有看到褐色蘑菇吗？褐色，我去陆地上看看好了。我这里已经有红色了，应该不能找。做个武器。哇，走到哪里都是鬼啊！遗迹就是挖掉就好了嘛，生草丛林的。丛林对啊，里面的东西你就把它挖掉就行了。嗯，很怪真是。哇，我听到声音了。褐色蘑菇，褐色。嗯，不是怪有点多，我好怕。我也觉得这些怪有点多，好可怕。没看到褐色蘑菇，有需要蛋吗？要，要两颗蛋糕，蛋糕要一颗，一颗，有两颗，有两颗，好。哇，糟糕，没有铁，可是、对呢，要两三桶奶，有牛吧附近，可是要这样就代表要九个铁。那有铁，可是我没挖砾石，等一下嘛，那很危险呢。啊！这大坑也太大了吧！有高喜令，好恐怖、哦！我要是你们哦，你遇到什么了？屁孩！不知道挖掉什么，全部都是挖，好可怕！欸、我拿到六个金块，三个铁锭，一堆骨头。好，金没有用。铁哦，金有用啊，金做灯那个指南针。好，时钟，时钟要哦哦 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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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是不是还是要、对呢，那是我们要火药吗？哦，有烟火，看烟火。那个，因为我把它挖掉，那个红时钟机器。欸、我挖到红石了，红石可是你少一个铁啊！我这边我哦对哦，你有烧那个吗？你去烧石头啊？被做走了，被做走了。欸，是我们做的吗？有需要骷髅神盔砖吗？墨灰色染料，要骨头。喂。喂嘿嘿，我知道，没有，因为我在攻略中。哦，好，因为他这个宝箱是不止一个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拿到两桶牛奶了。好，那牛奶那个，水桶吗？对，要做吗？要做蛋糕吗？做啊，好。红石有黄金吗？我有几个？六个。可以，那你。黄金放上下左右，中间放一颗红石。哦，好。黄金上下左右，中间一个红石，有了。然后你身上有铁吗？有，只有三块。啊，差一块。对，我差一块。我现在看另外一个宝箱会不会。是郭府吗？还是？没有那个时钟。时钟，指南指北针。我做郭府哦。好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做被做走了，对啊，我做矿车好了。好，灰色染料或墨囊吗？刚没打。哦，另一个宝箱有钻石耶！哎呦，哎，你怎么在这？你摸毛，需要一只毛。哎呦，看到毛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插饼干就可以联系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看错。
有没有甘蔗啊？附近有没有甘蔗、啊？我看到甘蔗，三个，再一个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拜托、啊，我可以做那个时钟了，因为另外一个宝箱开到了。快做快做快做！好，我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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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灰色染料我们做出来就可以了。灰色染料吗？交给你了。好、啊啊、好，那我冲。哎、欸，我还是把时钟做掉。哇，我想做哎、欸。看到墨鱼，我也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做。好，所以我现在离海边有点远。我在海旁边，我可以。等一下，墨鱼过来。好像只要等你们就好了哈。是。嗯。墨鱼、啊，不要游走。所以哈基那一组，哈基要连败了吗？我觉得我胜率蛮高的。这里。结束，耶、yeah！ 要哈尼危险了哦，你要一死危险哦，我溺死了，我溺死了，哈哈，哦，差点溺死，怪啊，嗯，我那个，哦，难怪，哎呀，没有回应，游戏当掉啦，有吗？没有了，我的那个游戏当掉，回去了，回大厅了，嗯。啊，看来是哈基呢。哎哎呀，不 Q 不 Q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们后面那个连环 combo 有点厉害，因为我找到丛林遗迹。哦，难怪。哦，所以你们是直接拆地上的那个，就有黄金有铁，所以就直接拿那个时钟，还有什么指南针，然后拆中继器，嗯、然后还有钻石，太扯了，通通拆出来，真的太扯了。来选黄队，选黄队，黄队，看来冰果女王要换人了。没有，现在瞄他全胜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我刚有输了，哦，输一场而已、哦，输一场，可是他比我们多赢一场。对啊，我不要做事啊！今天输一场的有谁啊？只输一场的，只输一场、嗯，就他，就他而已啊！哎呦，我们不是要抽墨鱼蛋吗？哎呦，观众喜欢看抽墨鱼了，我们可以玩两场啊，有一场是抽墨鱼蛋，另一场是瞄蛤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应该要让没有当过的人来体验一下。没有啊，来来来，来都黄的都黄的，哈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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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？在吃东西吗？在呛了，呛了，来换影月。啊，哎、欸，东里面东西没有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没有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放一下，多一个。好，二、来按了、哦。来吧，蓝的，红的，嗯，换你，蓝的，会，蓝的，红的，最后一个，蓝的，我觉得这个没办法跟狼儿斗对啊，可以放回去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？猫狗会打架，猫狗打架，可是我明跟他感情那么好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，等一下最后到底是谁的胜场是最多的，不能故意不做事哦，不能故意不做事哦，待会都要去找水怪钻了，狗也要水怪钻，下去，下去了，红队下气。啊！哦，对不起，等下完蛋了，哈基在另外一队啊，可恶！开始吧，你搞不好等下哈基就赢啦、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哈基会赢啦、啊，不可能连续输啊，这几率太低了吧？连输太惨，然后玩两个小时都输哎、欸。我们在海边旁边有冰，然后有蘑菇，我输两场了吧？看到橘色的，嗯。哇，这个又是瓶子，然后有甘蔗、哦、在岩浆旁边。哎、欸，那一条中继器那一条很恐怖嘞！我要拼玻璃瓶，我拼玻璃瓶。那我去打牛打做画框。好，还是有人要拼那个？哎、啊，我们也没有水泥哦。
你们可以拼那个啊，你们有人可以拼那个花盆啊，不行吗？可以吧？不是啊，你要先有花盆的那个可以挖。有啊，哦，有吗？应该有吧。好，那你干嘛？没有，有看到，看到了。好，我们都在丢水泥。杰克，可是现在也不能做事啊。可以。对啊。木囊啊，敲木鱼而已啊。对啊，敲木鱼啊。就敲木鱼。你能作弊啊？不行啊。有了。好。我先去。那这样没人打木头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。好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粘土我敲了，粘土我敲了。好好，我等一下敲玻璃瓶。我们这个是打一个木头啊，比较大的那个树吗？还是什么？比较长，比较长。这个是杉木，这个要杉，我们要杉木，比较长的木头。黑黑的那个吗？对，不是不是，那是黑橡木吧？也是咖啡的啦，咖啡色的。然后弄几支，一支的。我有什么神木？但是我们好像这里没有哦。快一起挖，一起挖！啊，我有拿灰蘑菇了。OK， 这边两种蘑菇是都有啦，只是我想要先拼那个玻璃瓶。好，你去弄了，那我去用蘑菇。嗯。哎、欸，杰克回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刚刚不是拿粘土？都拿了。好，来啊，来烧啊！弄好好。哇，玻璃瓶，玻璃瓶，沙子，沙子，哎呦！看啊，牛在哪里啊？好，再见。哎呦，我看到红色大蘑菇啦！哇，是木囊吗？哇，他们蘑菇汤鲜了。哇，那就算了。跟那个木石之框。对，所以最右边那边要防哦，最右边那边要防，最右边那一条。绿宝石还可以的，难讲哦。刚刚雨哥随便挖的话，没关系的。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拿到绿宝石的话，小雨可以看小雨表啊。对，木囊，你要不要立时先抢啊？好，你抢你抢。可是我没看到呢，我现在花盆做了。好，我离水有点远哦。我拿到了，好，木囊，好，哇 ，biu biu biu， 玻璃瓶哇，这张地图真的是抢快哎，完全是抢快地形，先了，太快了。可恶！啊，我看到那个树苗，就是那个长长的那一个。好，赶快啊！可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哦，来不及了吗？啊，真的耶，拿走了，拿走了。所以是弄砾石。哦，红色跟紫色的染料是红石跟青金石，是不是？那是橘色吧？还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哎，应该是紫色。没事，没事。橘色。其实橘色皇家红，没事啊！我又找到神怪砖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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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真的是找神怪砖，嗯，很会找啊，很好。那我等一下就下洞了。好，等一下下洞了。好，那你们更新一下，嘿咻，更新。多敲一点木头再下去。哎咻！哦，这个是 What the fuck？ 什么东西？隐月他们拿了可可豆，他们找到丛林了。嗯，好，看仙人掌绿能不能抢个吧。哦，在地底喽。那杰克，你在地底还地表？我可以回地表。那你回一下地表，我跑图吧，我跑图。好。啊，只是仙那个什么哦，对，仙人掌绿，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皮革有缺吗？皮革没有，不缺，不缺。但是你如果有铁桶，可以去装个牛奶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到甘蔗，还是要打一下？有那个烟火要做纸。哇，现在没有食物，这样我下去会很尴尬、啊。吃饭了，牛哎、欸，汤蘑菇汤被做走了。我找到牛了，找到牛了。甘蔗。红花分解哦，玫瑰红，那个是新这个版本有吗？没有，花的分解都没有。我记得是不是之后才有啊？对，我看一下这个哦，没关系，既然你们都讲了，我就弄给你们看看。有啦，哦、那两格高的，两格高的，两格高是玫瑰红啊。蓝色的还是要找青金石啊？对吧、啊？还是要青金石？那你就带着它下去吧。好，还是你要在上面？我带着它下去啊，我要下去。两格高的有，有，嗯，我要找甘蔗。好了，我食物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哦，有了。
又用了什么东西？南瓜种子。他们用了什么东西？又用了什么东西？他们用了可可豆。哎，那个什么，哇，仙人掌没了。哇哇，速度很快呀，他们。没关系，都要下矿了吗？还是都我可能我要下矿了。好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花能够分解吗？洋红色加什么会变紫色啊？洋红色就是那个了啊，红加了那个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啊，洋红色就已经是一个颜色了啊，它不能再加了、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下矿了。下矿吧，我想要找天然洞窟，可是都找不到。你刚刚在挖墙壁那个往下、啊，